怎么去啊？啊，空着手去啊？我正想说说呢啊，测量队的同志呢，工作强度很大，咱们是不是考虑每个月给他们再增加十斤粮食？嗯，这是个好主意，不能让大家饿着肚子干活。林主席想的周到，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同意。那咱们就从现在储备粮里边补，好吧？行，我来安排。林书记，地委于副书记电话。好，我接个电话啊。于副书记，我是林杰。林杰，我向你传达一下上级有关各地灾情的会议精神。好，情况十分不乐观呢。这场自然灾害是全国性的，河南的情况更为严重，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粮荒。是，这个情况啊，我这几天也听说了。这才刚入冬啊。本来我们预计这场旱情造成的严重后果要到明年才会出现，可是没想到它来得这么早，这么严重。这个确实没有想到。这两天我和高书记去几个村看了看，群众普遍反映粮食不够吃啊。夏收秋收那点余粮根本撑不到明年秋收。就是撑到了明年又怎么样呢？今年这么旱，明年粮食肯定欠收。是，不过我们临县的情况还稍好一些。林杰啊，离明年夏收还有七八个月呢。新乡地北各县不能掉以轻心，要摸清下面粮食的情况，向我们汇报。哎，您放心吧，我呀马上落实这项工作。林杰啊，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你们临县呐，这场大旱让临县的绝大部分土地没能秋播，所以明年临县的粮食情况非常不乐观呐。您放心吧，我们不会隐瞒一点情况，这临县目前粮食状况还可以。不能看现在，要看以后。群众手里有多少粮，社队有多少粮，你们都要摸清楚，做到心中有数。好，好，我呢，马上亲自下去调查。好，要抓紧啊。哦，对了，你们的渠县开始测粮了吗？是，我们正在进行当中。我的意见是，要不要考虑先停下来？粮食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。哎，别呀，于副书记，我们不是在进行当中，我们呀都快结束了。哎，老孙，这电话时间挺长啊。我估摸着，就算不直接和测量渠县有关，恐怕咱们引张入林也得受到影响。你估摸，你估摸，你估摸这么多年了，你什么时候估摸准过？你们想啊，现在粮食都这么缺了，上级还会支持咱们引张入林？啊，林书记，那个。林书记啊，林副书记说啥？不会是因为咱们测量的事吧？主要是传达一下上级关于灾情会议的精神啊。现在全国呢，很多地方已经开始闹粮荒了。啊，都这么严重了？嗯。上级要求咱们呢，赶紧抓紧了解一下群众家里边粮食情况，提前做好准备。啊，是啊，今年咱们临县啊，受旱灾影响比较严重，明年怕是老百姓的日子更不好过。林书记，那咱们引张入林怕是得受到影响吧？这测量结果还没出来呢，先不考虑这事儿啊。大家伙记一下啊，咱们县委要落实上级的精神，上级要求咱们县委马上派人下到各公社各大队，了解一下群众家里的粮食情况，如果出现任何问题必须及时上报。这个事儿老许和童坤同志负责。好。许林，哎，哥，天冷了，把这个铺上。哪儿来的？我这边老乡借的。
真暖和，谢谢哥。这是谁的？吴念祖的。啊。水莲，你真想好了？他可是死了老婆的人了，你还是大闺女呢。哥，还心疼他。他有啥好的？书呆子一个，整天冷着个脸。他有知识，有文化，对人也好，是个好人。水莲，嗯，人家愿意吗？人家是吃着公家饭的，头一个老婆还有文化，能看得上你？俺觉得他对俺挺好的。傻丫头。俺先走了，你这铺好啊，天冷别生病了。谢谢哥。小琴，你说咱都这测量一多半了，那啥海拔到底够不够啊？对呀，够饮水不？水莲，这个你得问吴技术员。俺不敢问，为啥？俺怕他说海拔不够。是啊，吴技术员要是说海拔不够，俺从这山上跳下去的心都有了。秀芳，俺是真不知道，这个只有吴技术员能算出来。那乔大姐呢？乔姐正跟着他学计算，还没学会呢。嗯，多少？30/21。对了，就是这个数，对上了。嗯。原来这海拔高度是这么测量计算的呀？对啊，水平仪就起这个作用。哦。乔叶，你现在可以独当一面了。真的？要是再有台水平仪就好了，咱们就可以分段测量了，那样就能快很多了。这山挺高吧？罗局长，这次换地方咱们就能测到坟头岭了，咱们就把宿营地定在这附近吧。秀芳，水莲，罗局长，慢点慢点。俺在那边发现一片野菜地，这季节野菜都老了。哎呀，老了总比没有强。行，驻军大帐就安这附近，走，安营扎寨。好，好，好。念祖哥，那一会儿是不是就知道那啥海拔了？这个还得等坟头岭测完了之后才能决定。哦，哎，俺来。谢谢。快点，省得包子凉了。好，走开。罗局长，啊，您这是考验俺们的牙口的，是不是？你放心，就是石头呀，俺们也咬得动。
只要是吃的，你牙就没差过。你躲开！咱夏哥那儿，腿如钢，牙如铁，那生吃牛肉不用切。对呀。来，爸爸，来来来，雪玲，雪玲，秀芳上来。秀芳，秀芳，啥好吃的呀？那啥好吃的？包子，包子，包子。不是不让你们来吗？啊，这山路这么滑，摔怎么办呢？没事儿。我说你们俩昨天晚上偷偷摸摸的干什么呢？雪莲，秀芳，真没想到啊，你们能让大家伙吃上包子。好，回去给你们请功啊。嗯，好。罗局长，当初你还不让俺俩来呢。就是。我错了啊，我错了，下回不让谁来也得让你们俩来。下回俺才不要来呢，要是有下回，俺们这回不都全白忙活了。我要跟俺哥走。念祖哥，啊，你多吃俩，俺的那份还给你留着呢。谢谢水莲，就是以后别老给我搞特殊啊。你快吃吧。你也吃。你吃。这里的测量得爬到半山腰了，这上头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，咋震人啊？这样吧，人到崖顶，然后顺根绳子，把人拴到半山腰上。行，你们先下去吧，俺和水旺上去。慢点，哥。啊，你俩小心啊！哎。哎，念祖哥。空手都不好爬呢，你要不等俺哥他们把这绳子顺下来，你再把那金贵东西给拉上去啊。也是个办法啊，罗局，那就拜托您保管了，你要拿好啊。慢点，念祖哥。你们几个小心啊。好嘞。咱们剩下人，走，下去。走。好，咱下去。秀芳，要不咱俩也跟着下去看看呢？好，走，慢点啊。嗯。秀芳，慢点啊。慢点。哎呦！你们小心呐！没事吧？哎呀，那么高呢，得多危险啊！乔大姐，你不知道，水生兄弟啊，以前是石匠出身，跟个壁虎似的。可是这测量，不光是人上去就行。不行不行。怎么还是得过去看看，走。哎，好，行，那走这边。行了。哎，水莲。哎，这儿呢，哥，慢点。我扔了啊。喂。哎。一定要把水瓶一系稳呢。好。嗯，你递给我。好。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喂，慢点，往上拽。对，慢点。哎，哎，卡住了，再使劲拽一下。这水平仪不能再撞了，再撞就坏了。罗局长。哎，慢点。哎，哎，小心！哥，你再拽一下。哎，
雪莲。队长，棍子。雪莲，哎，你慢点啊。小心点儿。雪莲，小心！雪莲，雪莲。雪莲，你快下来，太危险了！快下来，雪莲！雪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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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吧？什么骨头没啊？咋样？没事吧？别碰，没事吧？那，哎呀，没事没事。哎呦，罗局长，这水瓶仪咋办？没事，雪莲，有俺跟喷水呢。对呀，放心吧你。这东西太金贵了，咱们饮水就靠它呢，都怪俺出的这馊主意。哎呀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这幸亏不算高，多危险呀！妹儿，咋了？没事。水雷就是擦破点皮儿。哥，没事儿。秀芳，你们赶紧扶水雷回去休息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水雷，现在感觉咋样？没事了。妹儿啊，那会儿你可吓散了。可不嘛，那一下把俺魂都快吓飞了。他那水瓶那么重要啊？水莲，油可不能这样了啊，这爬上爬下多危险呀。俺从小就在山里长大的，早就习惯了，真没事儿。哎呀，这回都会是没啥大事儿，要不然我都没法跟林书记交代了。罗局长，要不让水莲回去休养几天吧。俺不回去，就是破点皮儿真没事儿。哥，就擦破点皮儿真没事儿的。你这闺女。哎，念祖哥，你咋来了？无忌水源，还算你有点良心，还知道看俺妹。大家都饿了吧？走，先出去吃饭。对，好，大家出去吃饭。走。念祖哥，疼吗？不疼了。你以后可不许再这样了。你生俺气了？我当然生气了。你还笑？你生气俺高兴，这说明你心疼俺呢。所有测量组的其他队员要是出了这样的事，我都会生气的。给你做的鞋，你为啥不穿啊？这鞋不合脚。不合脚？咋可能？这是俺量好尺寸的。水莲，这鞋合不合脚我知道，你也应该知道。那要不俺重新给你量行不？你脱下来，俺真的重新。你先好好休息啊，我那还有测量数据要算一下。念祖哥，无忌水源咋了？他是不是又说啥话惹你不高兴了？没有哥。妹儿啊，俺知道，他是个好人，但是他哥，别说了。行啊，今天测量结束了啊，收拾东西回去。哎，老天爷，老天爷，保佑保佑，保佑我们能把水引回去，保佑保佑保佑。无忌水源，测量的咋样？哎，对呀，基本上可以确定，卓章河最适合饮水的地方就是后壁段，海拔要比坟头岭高将近9米。能饮水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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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饮水了。哎，大家听我说，咱一会儿回去的时候啊，咱先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水莲和秀芳，咱们吓吓他们。哎，这个好，就吓他们。秀芳，回来，回来了，他测完了。
测完了。测咋样？哥。水莲。老爸。哎，别哭啊。不能休学就算了。怎么能算了呢？哥。你笑啥？你们干啥呢？妹儿啊，咱能饮水了，能饮水了。都是碳水出的死主意，吓唬你们。碳水哥，你俩都说话。我逗你们，打他，打他，打他。聂子哥，我俩对，你咋跟着他们一块吓唬人呢？走，去哪都说快，快说去。罗先生，给给罗先生拿个盘子，咋了？不给碳水哥吃。乔大姐，饮水点确定比坟头岭高是吧？对啊。再说人家小吴是水利专科毕业的，那测量数据也在那明摆着呢，你还怕啥？那就好。水莲，哎，其实小吴这个人吧，就是看着面冷，但是。水莲，俺去看看他。最后一个晚上了，都该好好收拾下了。该带走的就都带走吧，不该带走的，这都放下吧。好。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，经过勘测队的勘测，饮水点的海拔高度确实是要比坟头岭高，具体情况让小吴跟大家说一说，好不好？来。测量组对四个饮水点还有坟头岭进行了仔细的测量，其中坟头岭的高度是470米，四个饮水点的海拔高度都高过了坟头岭。最适合做饮水点的是侯碧段，它的海拔高度高过了坟头岭8.8米。8.8米，这个落差不算大吧？不是问题吧？那这个漳河水能流到坟头岭吗？老李，你怎么糊涂呢？水往低处流吗？这有啥不能的？从理论上讲啊，这个落差呢，水是可以流到坟头岭的。我们测量组也测量了侯碧段到坟头岭的距离是70.6公里，我计算了下，渠线绕山而建，8.8米的落差。这就意味着，渠线每向前延伸8公里，渠底海拔落差最多只能是下降1米，这样的落差，给我们可施工的余地实在是太少了，渠线经不起半点的差错啊！如果有差错，那我们之前的努力全都功亏一篑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70公里长的距离，落差只有8.8米？对，确实有困难。啊，林书记。这有啥可担心的？天桥断渠，穿山越岭，咱不也修好了吗？对呀，咱们这些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了，这都不是啥大问题。孙副县长，罗局长，修这条引水渠，那可比修天桥断渠、修水库难度大得多得多呀！70公里，沿途有很多的山体海拔，
都要比渠县要高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很多地方都必须要打通过水隧道的，这样的工程，工程量、难度都是非常之巨大的。最关键的是，渠县经不起半点的差错啊。如果时间允许的话，我申请再去负责一次。秀芳，要不你陪俺去吧？哎呀，你赶紧上去吧，俺在这儿等你。请进。念祖哥，水凉，进来吧，外面冷。念祖哥，俺来就是想跟你说一声，俺准备回家了。啊，那早点回去吧，都出来这么多天了。之后修渠跑山路，俺给你多做几双鞋。哎呀，水莲，鞋就真的不用再给我做了。不合脚，不合脚，俺就给你多做几双。水莲，不要这样。那俺先回家了。某人啊，一步三回头，魂儿都掉这儿了。进来。哎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老林啊，我琢磨了点事儿，想跟你聊会儿。啊，你看啊，引张入林的事儿。中央会不会给咱们拨款支持？这净想好事儿，我哪知道啊！要是中央真的支持咱们引张入林的事儿，咱们就可以甩开膀子干起来了。就是天，咱们也给他整个窟窿。哎呀，老孙呀，我想的呀，跟你想的还真不一样。你看啊，这张河水啊，已经确定能到坟头岭了。不管是中央给不给支持，小吴提的这些问题，咱们得慎重考虑。这临县的老百姓都盼着漳河的水呢。老林啊，我觉得这小吴提的问题不是啥大事儿。你看，这老罗说的也对啊，这些年咱修了不少水利工程，有经验的民工也锻炼了不少。只要这个小吴啊把好技术关，咱们在施工的时候保证不出差错，再加上有上级的支持，我觉得咱们还是有一定把握的。我要的不是一定把握。我要的呀是丝毫不差。哎，俺听林书记、李县长说过，只要漳河的水能引到咱坟头岭，就能从坟头岭分出几条支渠，到时候各个村修一条毛渠把水接过去，以后啊咱老百姓不出村就能吃到水。那把咱云渠也接过去吧。傻话，不接过去的话，咱费那劲修那渠干啥呀？哎，他石头爷，那咱两个疙瘩村往后一年四季啊，再不缺水了。盼水啊，你这个盼水是终于要盼来水了啊！老石头，富山兄弟啊，俺们下疙瘩村的一帮后生们啊，正在商量着怎么去修渠的事儿呢。哎呦，坐。哎呀，一说要引水啊，大家伙都坐不住了。可不。石头爷，水莲呢？那屋呢？水莲，
秀芳，有想误技术员呐？俺是在想啥时候能早点休渠。俺做的鞋做的真好，误技术员穿上肯定心里暖暖的。石林，队长，棍子！哎，你慢点啊！石林，石林，疼吗？不疼了。你腰可不许这样了。啊。念祖哥，俺给你做的鞋，你为啥不穿啊？从引水点到坟头岭这一段，我称它为引张入林总干区。四个引水点距离坟头岭最近的是侯壁段。从地理构造上来说，侯壁段也是我们的引水首选。但是山西平顺方面准备要在侯壁段建水电站，如果说我们也在这个地方引水的话，会对我们双方有很大影响。是啊，那人家山西方面会不会同意？哎，念祖啊，那我们能不能从其他引水点把水引过来呢？从其他三个点引水，首先距离增加了，然后工程量也会大大的增加。最主要的是，我们的引水渠最终还是必须得在侯壁段经过，渠线将从沿浊漳河的右岸，经山西大王屯、青草洼、老神庙、客昌、豆口这几个村，进入临县境内，然后再由牛岭村穿过狼牙山，经过盘阳、赵所、杨耳庄、石界，再一路向东，经西坡、南峰、桑耳庄，最终到达坟头岭。哎呀，这可真不是个小工程啊！这困难怕什么？开山修渠，咱们有经验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渠线呢，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走向。但是啊，有件事情我还是再跟大家再声明一下：渠线每向前延伸8公里，渠底海拔落差最多只能是下降1米。不能有一丁点的差错，但是要经过狼牙山的这一段，要打600多米的隧洞啊，而且都是在悬崖峭壁上打洞，万一有一丁点的差错，那整个引张入林工程就全都报废了。600多米，这可不短呐，工程量不小。小吴，那能不能不用隧洞也能修成明渠啊？修明渠得绕山啊，那长度就增加了几十倍。所用的人力、物力还有时间，等于再修少半条主干渠。现在大家说这个问题啊，就等于是火还没点着就着急吃煎饼。我最担心的问题，刚才小李同志也说了，如果人家山西方面不同意从漳河引水，怎么办？我琢磨着吧，既然省里面同意咱们引张入林测渠线了，那这个事儿省里肯定是有考虑的，将来遇到了问题，省里肯定出面帮我们解决的。对，老孙说的对，我想啊，山西省委和人民会支持咱们引张入林，能理解咱们临县缺水的困难。嗯，你俩别忘了，咱们河南和山西两个省是平级，谁也不比谁高一头，人家给你这个面子就是给，要是不给你面子呢？是啊，林书记，这老童说话平时我不爱听，但是这个事儿吧，还真说到点儿上了。这是牵着两个省的事儿，现在测量也测了，水也能引了，咱们要不要跟省里打个招呼，让他们给山西方面协调一下？
林书记，你说说。这大家伙儿对这个修渠呢，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，但是呢，说的都是这个修渠的困难。咱们今天开这个县委会啊，主要是要决定一下，引漳入林工程，咱们县委是不是能通过，是不是能够同意？那还用说，肯定同意啊，同意。那我也同意。梅阳，你觉得呢？只要上级能给支持，我也同意。老头，你呢？梅阳县长说的有道理，上级如果支持，我也同意。那行，既然咱们县委通过了啊，咱们呢就一步一步的把工作给落实好。小吴，这样，哎，你呢再带着测量队复测一次，拿出一个可行的渠县的一个方案，好吧？梅阳，你呢起草一个咱们引漳入林的申请，然后呢我给递到地委去，看看地委的意见。好，那就这样，好吧？好，今天就散会。嗯。林姐啊，你这狮子大开口啊！哎，你看你上面写的啊，预估土方20万方，实方182万方，用工692万个，钢材65吨，水泥600吨，白灰5265吨，炸药455吨，你这要吓死谁呀你？于副书记。您身经百战，什么事能吓着您呢？现在什么时候了，全国粮食紧张，吃饭都成问题了，你还要这么多物资？我坚决不同意开工。哎，这高书记、于副书记，我向你们两个汇报一下啊，就这场旱情极大激发了临县群众引漳入林的积极性，只要你们上级支持我们，我们呢就一定有自信引漳入林工程。你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。不是，我们有这个自信呐。高书记、于副书记，我们不光有信心，我们还有经验。我们临县修过好多水利工程。光有信心就行了，光有人力就行了，还得有财力。你这个单子没人会批准你的。林杰啊，我认为于副书记的意见你们应当考虑。在目前的形势下，上马引漳入林工程确实不合时宜。但现在临县实际情况啊，林杰。我再劝你一句，你要是一意孤行，有一天后悔了，连哭都没有地方。哎，老林，这都好几天了，你说地委讨论的怎么样了？有没有把咱们这个请示报告报给省里啊？到现在都没个信儿，急死个人。要我说啊，这地委迟迟没有消息，说不定还是个好事情。明阳同志，你这啥意思啊？咋会是好事儿？你想啊，这引漳入林这么大的事儿，地委说不定在统筹考虑呢，看看资金、物力、技术上能给咱什么支持。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办完的事儿。喂，临县县委，我是林杰。我是于峰高。于副书记，您什么指示？明天我去你们县里，咱们开个会，务必通知吴念祖必须参加会议。好，知道了。于副书记怎么说？说明天要来咱们临县。组织咱们县委开个会，又要来，而且还特意强调，吴念祖同志必须参加会议。刘书记，啊，你好，林书记，哎，你好。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咱们省水利厅的顾问，水利建设方面的权威专家陆长信，陆老。这个东西是你搞的？啊，
是我做的，我没想到林县县委这么轻率，想这样一份报告，在水利建设上是不过关的。陆老师，这份报告是我做的，我负所有责任。你，一个毛头小伙子，你能负得起责任吗？哎，陆老，您消消气儿啊。那个，其实呢，我们呀，早就想把这份报告呢。 让您看看了，这个您能来，我们真的实在是太高兴了，啊，没关系啊，这份报告有什么问题啊，您就直接提出来，我们能改，一定修改，好吧？啊，别着急，先坐，先坐，啊，先坐，啊。首先，这些数据可信吗？我不知道你们勘测了多少次，但是像这样一个大型的水利工程，绝对不是勘测一次就能确定的。陆老。 我们正在复测呢，啊，这不是那个小吴也是我从山上刚给叫下来的，啊，数据的真实准确是我们谈论这个项目的第一前提。我希望你们一次不成来两次，两次不成来三次，要不厌其烦。